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我们两个今天第一次合体拍 vlog。耶，我们来到彰化。耶，我是彰化人。你不是花莲人吗？我是彰化混血的台北人。复杂、哦。今天的影片呢，你们要把它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们除了会带你们吃吃喝喝，还好看的照片。非常重点的重点就是我们这次有办抽奖，有礼物哦。那我们就走吧。走吧。想到彰化就是想要霸王，一定要霸王。我没有吃过彰化霸王。天哪！我之前有 po IG 限时动态问网友们意见，他们推荐的肉圆瑞。可是我以为彰化的霸王都是白色软的。台南那边他们是真的，你可能是比较往下面走一点。它皮好像比我在台北吃到的再更 Q 一点，很有味道，有很浓的胡椒味。而且酱我很好奇的是红曲酱跟不知道什么番茄酱，怎么可能是番茄？辣酱，可是这看起来是辣酱。红薯酱。哦，还有咸汤，就是辣酱啊。不一样嘛。但它也会辣，后劲很强。怎么后劲？辣的多的。可我比较喜欢这个。不要这个，完了我遇见传奇。你有在录影？没有，我在抓画面，怎么了？我只是录一下。有啦，我在录影。我们来到阿美高丽菜饭，这也是网友推荐的。所以彰化也出名这个吗？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因为我本来脑子里面想的是孔肉饭，哎，猪皮耶。应该是拿这个去炖。嗯，满满胶原蛋白啊！这是我吃过最胶原蛋白的。它很就是猪皮耶。这么浮夸。嗯，它卤的很入味。通常这种菜，你会想到我是白菜，然后把它变成高丽菜卤的感觉。苦瓜排，苦瓜排骨汤。哎，你刚刚那段不能剪掉。很清，是不是意想不到的清爽？口味不会说太重，但味道都有出来。才30+40，70块，我是买的。甜尾公路花园到底是公路还是花园？这条路上面有很多间花卉批发的店，玩的公主小天地，可以买很多盆栽。我们 shopping 完之后还可以去喝下午茶，而且很推荐来这边骑脚踏车。真的，因为这边有很多那个观光脚踏车，有很多车。Who's 仙女？我是白雪公主，我是白雪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白雪公主小矮人？他在那边等你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只好进去吃蛋糕了哟。那我们走吧。疯女人。让我来挑战网美怎么拍照？一日网美吗？一日，拍出一分钟就好。一分钟网美 ，OK。好，网美。现在我帮你找一下，用背有点背光。这样。好，可以。网美就成这样。Gosh。对不对？看着他，然后眼睛闭起来。我们现在在台湾古堡馆。耶，大家有看到这边一个米字吗？这超酷的。它是用一颗一颗真的是米去粘起来的。对，然后它旁边还有那个什么万。然后它就是有各种种类的米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墙。怎么吃那么久？你尽量。你好狼狈哦，史上最狼狈。没有办法了。而且还在南侧前面。等一下。没有人要救你。没有垃圾桶。孤立无援。跟我说好了，谢谢你。啊，这个热的。你怎么又在吃啊？哎，这很好吃哎，这是爆米香做的冰淇淋哎。真的假的？好吃吗？不怕胖。不怕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要骑脚踏车去啊！你怎么不载我？我不要。哎，你很贱哎！走啊！
的森林区，两边是树，中间一个道路，很适合拍照。对，它这根本就是完美照标准公式，你要拍一个空灵感的感觉。耶，我们到万景御苑，就觉得这个大门很有那个清宫剧的宫廷大门的感觉。皇上，咋啦？臣妾想进宫啦。答应，走吧。谁跟你答应？我是贵妃。哎，你看那个，你好漂亮啊。那什么？我去看一下什么意思？哎，它是龙柏。龙柏是什么？那它就是灵柏哦。灵柏？你没有看吗？它是为皇上遮阴的灵柏啊，所以你不能随便打它。旁边的人拿着，还是皇上会自己跑来这里？不是，是有一次皇上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大家都汗如雨下，只有皇上没有流汗，结果他就赐宫中一棵树，说：“哦，一定是你显灵帮我遮阴，所以呢，它就变成灵柏了。”就是你啊，百年老树哎，就是你，你拍他。天哪，真的哎，他100岁嘞。我找到你了，皇上。咋啦？赖答应。啊，为什么是答应？再一次，就是剪掉。皇上。咋啦？赖妃。臣妾觉得今日这景致是还挺不赖的。不错。那臣妾想劳烦皇上，拿您的 iPhone 帮臣妾拍几张美照，您说如何？赖妃这么想拍照啊？是啊，我就只好如你的愿了，帮你拍几张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走吧，皇上。走吧。现在是嫔妃开始。皇上啊，真臣妾呀、啊！啊，这里有苏铁呢，没看过，听说这是台湾原生种的呀。皇上，咋了？今儿个我们要来参访的这个呢，是紫檀馆。紫檀馆干啥的？紫檀馆呢，据说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的稀世珍宝。哈，有我家的高级吗？当然喽，当然是皇上您的高级。但臣妾呢，想说皇上你可以挑个几样当做您的寿礼。好吧，那咱们去看看吧。想得美嘞，我才付不起嘞，进去看看就好了。人格分裂了。走了。不要紧的，里面的奴才不小心把门给锁了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紫檀馆的环境。这是干啥？天气那么热。皇上恕罪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是皇上你恕罪的。恕罪。这个没关系啊，它锁起来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它其实外观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就感觉它用很多钱。它这边好像。仿那个唐朝的古代建筑，然后它这边的建筑物就是没有用一根钉子，都是用卡榫搭建起来的，金碧辉煌，感觉可以带阿嬷来参观。很感谢这次台湾好心邀请我们来彰化玩，对，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很少出门，真的，我没有来过彰化，我第一次来，虽然我是彰化人。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是车人士，但是想要去郊外一点的地方玩的话，就是可以像我们一样搭乘彰南快线，然后它会有很多观光。你坐高铁到彰化站就会有这个站牌可以直接搭了，可以去年代售票系统或是 iPhone 就可以买到票，对，买套票，然后这个套票呢还可以到特约商店可以拿到优惠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哦，然后记得去留言抽奖呀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